好，现在老李两小李两个出发哈，把那个饭店的小妹妹泡出来了，约出来了哈。其实这是第三次了好像的哈。这小李不够意思，这泡他两次了，一个人其实吃独食了，这不得呀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中年。你一个人就割稻子了，这不行了。今天带我去了啊，难度了嘞，没有难度。这里你是个采花仔呀、啊，这里去哪里有难度？没有难度。小女生，任何女孩没有难度。小女生是要清掉了，没那么快、到了，这里吗？Hello， 哎呀，美女在这里呢。看一下美女在干嘛？哎呀，要化妆啊！她是学徒嘛，妹妹，她干呢？她干啊 ？clean 哦，学习啊，哦，学，还没乐意啊，学习你没乐意啊？嗯。谁？老妹，老妹。嗯，要喝咖啡的。哦，那么凉快。啊，对吧？她是老板娘吗？不是吧？老板娘吗？对。啊？对。哦，对。要么喝咖啡。到悠悠啊，喝龙门到悠悠。他10:30上班了。他哥。那爱谁谁班的？他哥的。哎呀，听不懂麻烦。叫他给你做一下指甲了，修一下脚。哎，你会不会呀、啊？这个会不会呀、啊？哎，婶子，哎，你会不会呀、啊？你，哎，这。我这边是拿几杯奶茶过来。阿面。这是师傅哈，这个师傅的。师傅见老板娘，这女孩子很上进的，每天早上8点钟来，干到10:30。就去饭店上班，学习2个多小时，在这里没有工资。那老板娘好像还比较好说话，只要她好说话，我们的工作比较好进行的。你看老板娘还挺漂亮的呢，你看到吗，小李？不像老板娘挺漂亮的呢，看不出来了。他问你好不好，我说好，谈恋爱的，在这个小棚子里面，你看是。小棚子很小。啊。小棚子好看，像老鼠一样。老板娘还蛮好的，蛮亲切的。对，上次他我来带他走也是从这里，也是他跟说我上去1个小时，上次带他走的时候。看他是不是那个难讲话的人，还可以，还比较通情达理。你要泡他的工人，你必须要对他好一点呢、啊，买点奶茶，买点什么给他喝，他就好说了。柬埔寨就这样，你到那个农村去泡，你把村长哄高兴了，那就好说了，随便搞。村长说，娶了人家的媳妇，你随便搞。婆婆想要谁唱啊？婆婆。阿黑啊。阿黑是干？干嘛？他谁面松沙了没有？阿面呢？阿面的哈，哦，啊你黑啊，阿面松沙，嗯，阿面松沙，哎，菠萝山呐，哦。伯伯呐，真面伯伯，拜拜了，真伯伯拜拜呀、啊。嗯，拜拜了，分开拜拜，真。你跟他说我长期想在这里嘛，本来在这里。刚才就装不懂算了，装不懂最好，以后好说的，说白说硬了以后，还没有悔改的余地。刚才就装听不懂就好了。买点奶茶来给他们喝哈，那小姑娘很高兴的。
那个小姑娘笑得非常高兴，很开心呢。那你这个小妹妹很虔诚啊，男孩子比较老实的。叫妹妹去玩呢，你问她去不去玩？十点半上班，几点了？现在几点呢？马上十点了。马上十点了。已经十点了。啊啊！去嘛的不？去仙门里啊，到啊，是不是？到仙门里。嗯。啊。嗯，羡慕你啊，到啊。那我们开车去。到不到？看妈妈。去不去？啊？翻译手机翻译啊。我听不懂。这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去吴哥玩一趟，这样说。不懂，看你妈妈。但是回家，行李，OK 啊，笑得，哦，笑得很高兴。你是给他说什么？你说去吴哥玩呢，还是说去看？我们开车到。去他家。他说了会翻译出来。笑得很甜的 ，OK， 嗯，哎呦，这个小女孩 ，OK 吧？哎，面 ，OK。谢谢大面咯，面哥哥乐意吃。谢谢大面乐意，还等叫吃干饭嘛？莫开 ，OK 了，哥哥要了，给了，啊要了，不要了。妈妈，莫开，哈什门，哈什，念的莫开，哈什北门啊，哈什北门，哥哥老一个莫开，哈什门 ，OK， 就想谈恋爱，不拍视频是不是？你是可以了。可以，没关系，不拍视频也可以啊。你在这里好好休克。哥哥说：“你呀、啊，太干你，莫开哥哥，好什么被你 OK？ 啊，你太干不要，懂啊？啊你不要，太干你太干的你，哥哥莫开，好什么？那，四哥。”试过了，他说在这里没有工资，我试过，哥哥给好事，好事们。阿弥陀佛，爸妈。OK，OK，OK， OK。妈妈。他意识到这里工作是没有钱的。知道学徒没钱，有爱可以学会的。OK，OK。这个办法好吧，说到他这里工作他会帮忙说、啊、你懂吧，你要说到别的地方去他就是不同意了，老板娘不同意，这里老板娘说话对他影响力很大。那你上班工资也低低啊，让他给老板说辞工吧，你是叫老板给他的老板辞工嘛。哦，说的是是吧，是吧，还给老板打招呼啊、OK， 懂了，他还给那个老板说哈，对，可能也都是一个家乡的人，可能。是啊。也可以啊。叫他给老板说吧，我们走吧。我知道，他说怕这没地方住，没地方吃，知道吗？哦。我跟他说一下。那你怎么的？还没地方住，有地方住。哎，真的可以，我给你找。
就是要没你住啊，没地方住。有，不行的话，但是一楼有吃有住。脖子这里是不是别人亲的？是还是刮痧的？你想什么了？那么年纪轻呢？走吧，走吧，走了，送他上班，我们回去了。还没去上班？他跟他老板先说了。还有十几分钟啊，你等一下。拜拜。为全心蒙断了。说宝宝能吗？嗯，对啊。等那个老板说，你要不要送他去？你问他去不去？啊，可以。撤了。带到仙地去就 OK， 就搞定了。下次我还来吃饭，老板要扛我了。妈的，吃两顿饭还不到50美金呢、啊，就把我一个小妹妹泡走了，我的乖乖。